看拼多多一家卖假货的，他发了一个，就是说这个凤凰的合格证放了外面，就是这个产品里边的合格证，根本都不是一家。根本不是一家，不是一家呢。他是说这是卖的假货，挂着凤凰的那个，就是他的品牌卖的，就是说根本就没有 logo，logo 就是 lock 实心锁，没有 logo，找半天不会发现有任何 logo，也没有 3C 标志，没有任何 3C 标志。就是说，这是他当凤凰品牌，然后他说授权，那是凤凰公司管理不严，他给你授权，你为什么，挂的接受人家授权，你却卖其他品牌呢？